进来呀！你不进来，我关门了。我可不想死，那帮人追到你，你可别出卖我。 真要杀呀！这姓张的不会是欠了赌债吧？居然还嫌弃我！好心当做驴肝肺！传闻中的谦谦公子也不过如此。走吧，他们不在这儿。你们没事吧？他们已经走了，你们出来吧。丁伯伯和多慈一去，他明知道机关如何从外面打开，不对。 没想到这姓张的居然是趁人之危的登徒子，真是瞎了眼了。走吧，他们不在这儿。你们怎么了？黑衣人为什么追你们呀？情况紧急，我别无选择。 你个登徒子，敢占本姑娘便宜！你不是张公子，我从未受过我试。不论怎样，多谢姑娘搭救，我还有要事，先行告辞。你个不要脸的臭男人，给我滚回来！你谁呀？你别再让我碰到你，听到没有？ 鬼医啊！我很好奇，鬼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既然要掩饰身份，为何还要顾四大护卫，招摇过市呢？你懂什么？四大护卫甘心追随，我师父把他们当亲兄弟一样。鬼医旷世奇才，若能以真面目示人，必定会造福天下百姓，为何又要故作神秘呢？你也说鬼医之能是天赋，既然上天给了，你管他如何使用做什么？ 我师父呢，就是想靠自己的意愿在这世上过活，你不着。鬼医还真是高深莫测呀。其实，我倒是好奇。
天下女子为何对叶公子这副皮囊一往情深呢？嗯？青洛姑娘莫不是想要亲自试上一试？这丫头的左耳耳环中定有奇怪的毒粉，而解药便在这右耳的耳环中。受死吧，臭淫贼！是毒火蜂，这东西有剧毒啊。别！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别！冷静！求我呀！求我，我就救你。你休想！我死都不会求你。奇了怪了。这毒虎蜂为什么只追他们，对我们却完全无视啊？喂，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？银子，你快救我！星夜都快救我，我真的不行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叶大侠，快救我！陌上秋草黄，人间树落。